父敬友。好，尊师孝亲，有守有为，哦，为地方服务，为地方打拼。有请我们黄洋黄一舅来帮我颁发哈。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哈，然后一回来捐钱的哈，这个真是我们老楷模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被吴会长带坏了哈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。